Hello， 归来啦！现在我手上这台 DMP 数字音乐播放器，就是索尼在2023年发布的 NWA306 安卓系统高解析度音乐播放器。同期发布的还有 NWZX700 系列。但是工作室穷啊，买不起测评机啊。那么看在小顾这么穷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点个赞、投个币，安慰一下呢？虽然老烧友都说大的音乐播放器好，但我觉得这台2000价位的 NWA306 就挺好的。小巧又便携，整机的重量呢只有113克，屏幕有着3.6英寸720×1280的分辨率，屏幕像素密度呢是408 ppi， 显示效果很细腻。这台前一代的 NWA105 播放器是我们工作室小安老师的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虽然我不是很懂音频技术、播放器、HiFi 之类的知识，但我们数万工厂工作室的小安老师是太平洋电脑网的音频版版主。这个测评内容呢基本上是他写的，大家可以放心食用。 A306 采用的呢是升级的铝制的外壳，强度和手感我感觉都会更好一些。背面呢有纵向的声波纹线条，那么侧边框上会有棱角分明的感觉。那如果是你选的话，这两台的外观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相较于上一代，按键的布局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在按键外形上有所不同，按压的回馈手感也会不同。底部呢是4级的 3.5mm 耳机插孔，主栏的挂绳口还提供了 USB 3.2 的 Type-C 口，传输文件和充电都很快。 A306 的续航时间很长，放 MP3 大概可以达到32个小时，放 DSD 约是28个小时。通过 LDAC 连接蓝牙耳机播放 HiFi Race 软件也可以大概11个小时。这个 USB 口如果连到电脑上的话，也可以将 A306 当作外置的 DAC 解码声卡来用，解决了烧友们常见的搭配手机加小尾巴的繁琐。底部呢还有一个 microSD 卡扩展卡槽，机身容量呢是 32G 内存，系统占用一部分空间，可用容量呢大概是 18G 左右。 A306 的硬件上升级地方还是很多的，能堆的料都给你先堆上。低电解质基板，主板接触点镀金，含金的5000汉量双晶正时钟，低阻抗专用电池组等等。机内的电源线也从 AWG28 加粗成了 AWG24 规格。电路上呢基本是全盘升级，实现了更大的输出电流和更低的电阻。 A306 用的 S-Master HX 全数字放大器，是和索尼更贵的万元砖 WM1AM2 系列还有 ZX700 系列同款的，这一点呢还是很厚道的。官方资料里面提到的索尼 S-Master 用了脉冲高度音量的技术，通过物理的方式调整脉冲的高度，不会改变数字文件信息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实现音频的信号的高保证和高细节。索尼这次也用了5颗大容量高分子电容和数字功放芯片来储能，很多老烧都听过能量储备吧。在大动态的情况下，新的 A306 声音响应范围会表现得更好，你要的那种气势感它也能给到一些。第二个在 A306 上的看点就是它的输出音质的提升，这网络上传输的音乐一般呢都是被压缩过的，所以索尼黑科技 DSE Ultimate 也没有缺席。 DSE Ultimate 是通过 AI 算法补偿压缩音乐的过程中丢失的部分频率信号，这样技术经过多代的进化已经是很成熟的了，是索尼和其他音频厂商的播放器很大的不同。平时常见的 MP3 压缩格式的音频信号，这一点对于听友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而且这台 A306 是安卓播放器嘛，大家很可能装第三方的音乐软件来听歌， DSE Ultimate 也是支持第三方播放软件的。还有就是用蓝牙传输的时候也是可以用 DSE Ultimate， 再配合索尼的 LDAC，就不用担心无线蓝牙听歌音质不好的问题了。所以索尼在 A306 的包装上也打上了 Hi-Res Audio Realis 标识。以前老烧们都是要用有线传输来保证音频信号的质量，用 A306 的 DSE Ultimate 加 LDAC 配蓝牙耳机，音频发烧友们应该会满意了吧。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升级就是系统，这一次用的是全新的4核处理器搭配安卓的12系统，操作响应更快。虽然我装的这几个音乐播放软件启动的时候载入还是需要点时间，当然啦，手机处理器性能更强，内置的沃克曼播放软件的界面上有一些细微的调整，不过锁粉应该是挺熟悉的，这个是均衡器、动态音量平衡、黑胶唱片处理器，这个开启之后声音会像黑胶唱片机那样，声音会明显的变暖，中低音会变得更厚实。可亮奥度加这个很多熟悉索尼播放器和手机的听友们应该很熟悉，就一整套声场预设，开启之后呢声音会
会变得更动感，低音会更有打击感之类的。那这台播放器的声音，我们小安老师给的评价就是，它的整体声音呢，还是索尼那种偏向中性和干净的声音风格。相对于很多国产音乐播放器那种比较厚重和声场极大的声音来说 ，A306 要显得更加直白和柔和。把最终的声音风格交给了耳机和 EQ， 也就是说你要厚实的声音，那就去搭配低音比较重的耳机去听，要清灵的声音就去找人声比较足的耳机。在无线音乐传输和播放器的质量上， A306 和其他产品也拉出了高度差。哎，这句话就很关键了，现在大家的无线耳机用的越来越多了嘛，用 A306 这样的播放器，音频发烧友们应该会更信赖无线传输的音乐质量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已经很长了，就给大家录到这里。那么这一台播放器官网呢，价格呢是2200元，有点小贵，但是我感觉对于很多老烧们来说，这个价格应该是便宜的。喜欢听音乐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看看。那么我是数码观赏孤烟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